这个酒店的出入口非常的幽静啊，这个你看植物那么多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10号，对，10号。然后我第一天出去这边附近的海边玩一下，环境还是非常的好啊，鸟语花香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，8点多。哦，多舒服啊！这种就喜欢这种，到处都是绿色，热带，很多树木的地方，花草。走起来多舒服，虽然很热啊，但是你看那么多地方可以遮阳，你就很舒服了。 这个酒店很大，它包括很多部分，有什么叫 casa， 然后 club， 还有 hotel， 都是。好像前面这条路再过去就是海边了。那这个又是不一样高楼的。This way. Yeah. Thank you so much. 这边也是高楼的，这些整个地方你都可以通行，包括那个海滩也是这个酒店的私人的海滩吧，所以都要有一个这个通行证，就是你这个房卡的有个 wristband。看这个树多漂亮，哇，看到大海了。 看到了，最喜欢的就是海啊！去到哪里我都想去看海，听到海的声音，然后这个海又是个很蓝啊，那个就是前台告诉我的那个餐厅，就海上餐厅，也是属于这个酒店的。夜宿沙滩，太美了。这个光起了脚，待会下去看一下这个水。加勒比海的水是怎么样的？是跟加州的水是不是不一样？是更暖。好久没有冲浪了，这种小浪好玩吗？ 这不能冲浪，也不是什么冲浪的好地方，有更好的地方。还好这个水是刚刚好，就是因为是早上嘛，也不可能会太凉哦，但也不会太热。好久没有在这里。 比较干净、比较透的这种海里游泳，在洛杉矶的海都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没有那么好，就是也没有这样的那么多树啦、光秃秃的，然后水又冷。今天先不晒那么多，因为没有买那个防晒霜嘛，还没有擦那个防晒呢。看我的小脚大脚，躺一会儿。 今天的基本安排是待会儿12点退房，退完房我在 lobby 等那个剧组的司机送我去那个 Santo Domingo， 然后那边的话是昨天来演群演的2个朋友很热情，他说带我去玩，那反正我都不熟嘛，我订了那边的酒店2个晚上，那我就过去找他们，找到他们，他带我们，就让他带我玩半天吧，然后明天我再问问他我该去哪里，然后我再决定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酒店的地盘了，他们都分了。我已经走到这边了，你看这个水。 这里的水都不一样，很浅，但是很干净，很透，就是没看到鱼。这边用这个石头筑起了一个避风港。你看远处有一些时候那个水是泛蓝的，它是绿色，能看出来吗？绿色。 哎呀，冲浪好久没冲了，看到有一些浪，不管怎么样都会去看一下这个浪。你看，这种小浪也是可以冲的，挺好的，也能起来。这些浪，用长板。这个餐厅好像是那个晚上才开，或者是中午才开吧，因为现在都是空的，应该是晚上在这边才是最舒服的。